大家好，我是齐斌老师。关于降二代五呢 ，Tritone Substitute 或是称为代理属和弦呢，之前老师已经拍过两部影片啊，那上课的时候都跟大家解释过了蛮多次的。那其实我今天想要再补充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我想这个时候大家会比较好理解啊，因为这个时候，比如说假设我们是 C7 的时候，去这个我们去这个 F 大调的是5到1嘛，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变成是我的做法是说。这个变成 C7 降9降13，你把它换成是这个，然后就变回来，变成这样，变成这样子 ，OK。或者是说，假设如果你今天是比如说，如果是这样的话 ，C7 升9降13，那一样我用变成这样，它就变成了G flat， 然后变成是。13好 ，G-flat 13，然后去这里，然后变成这样子 ，OK。不过这个时候还是会有一点不太能够理解是为什么，那我就跟大家讲一个最简单的概念哦。其实最简单的想法是像这样子，你就想说，这是原来的 C7， 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 C7 的5给它降了 ，C7 降5。那其实降5就是升4，也就是升11，所以这是 C7 降5的原型。你看，像这样。那这个时候，我们就把它换一个位置，这个好像感觉上没有任何的和弦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看到下一个，哎，这个好像有哎，它好像是 G flat 7， 然后降5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说，你看像下一个就没有了。所以这个时候你看，跟，所以如果是 C7 降5就等于 G flat 7降5这样。所以降5就是升11，就是升4。那你讲降5的原因是因为你就是把这个和弦，把它音把它从5变成是这样。这样子，那讲升十一是因为是从延伸音跟对应的音阶的角度去切进去啊，所以其实降5就是把和弦音降了嘛，就是，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这两个和弦，你看转位的时候，你看，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看这个时候跟你弹原来的声音哦，那就变这个。所以很多人常问我说，到底那个升十一是什么意思？升十一就是降5，降5就是升十一，升十一就是那个降5，也就是升4，然后升4就是升十一，就是降5，也就是三全一律。就是说，你看像这个，你看这个就是所谓的 tritone， 所以本来是这样，现在变成是。变成像这样，所以你把它降了5了之后，其实它就很容易找到这个升11的哈。所以今天等于是跟大家介绍了升11的一个来由，其实是因为这样，升11其实就是降5这样。所以你看，如果假设你看，就是所谓的 G flat Lydian flat 7，比如说，这个时候你把它放在。所以 G flat Lydian flat 7 scale 就等于是 C altered scale， 一降9升9，3升11，然后降13降7，然后回来。所以之前我们刚刚大家跟他一个提过说，像 C7 降9降13，你看，然后你看这个地方 C7 降9降13，它是不是就等于是 G flat 9？你看。就变成是哆哩哒哒哒，在这里 ，OK。那你看 C7 升9降13，就变成是，然后这样子。这个时候你看，你把它变成这样，这个就是 G flat 13。所以你看，如果你假设是 C7 降9了，比如说这样子，比如说，你看这样 C7 降9的时候，就没有5的时候，你看 C7。
升降九的时候，它其实就是，你看它其实就是 G flat 7，所以 C 7降九没有五，等于 G flat 7，你看，这就是降二带五的声音。对，其实没有你想象中那么难哦。所以像之前我们有讲过，像所谓的爵士乐手在想所谓的 outer scale 的 lick 的时候，其实都是从 C7 降9降13来的，它就变成是这样子。等于是说，他在 C7 的时候想了一个升哆，好 minor， 他这个时候就变。OK，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看我的另外一篇文章。或是另外一部影片有讲到，就是 C sharp minor 7，或是降低 minor 的方向去想过来，就是变成是升九降九降13，然后第一的 Cry Me a River， 然后或是像这样子。那在第二部影片的时候有提到，就是说，在 C7 降九降13，在 F 大调一级跟 C 大调的四级，就是变成是。G flat 9就变成是，然后就这个，像这样，所以我觉得像这样子要解释升十一的时候，其实从我这个方法降五会比较合适哦，会比较好懂。因为在和声上来讲的话，它也是一种 alter。怎么说呢？因为 alter 就是一个人为的变化 ，alter， 好 ，alter。所以这个时候你才会听到说 ，OK， 所以 C7 降9降13升11，它就变成你看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然后啊，这个时候我把这个声音也加上去，这个声音对不对？我这个，然后这个时候我把这个声音把它倒换过来，我就变成在这里，然后变成是。就变成是，刚刚的这个C7 降九降13升11，就等于 G flat 9升11在这里。所以我再讲一遍，你看 C7， 然后加上一个升11，所以 C7 的升11就是降 G， 然后降 G 的升11就是哆。所以你看在这里，然后你看我换到这边的时候。OK， 所以如果你直接讲 Lydian sound 当然也是可以，可是因为 Lydian sound 比较像是要解释四音会撞到三音，所以变成是升四的概念，所以我觉得是互为降五，好，互为降五的概念这样哈。所以还有一个很极致的例子，就是说像 C9 升四升五就变成是这样，然后你看变成这样子，你看它变成是 C7。这样，然后这个时候这样子，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弹成，比如说都在这里，然后变，所以这个是什么？像全音阶，你看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三跟降七，然后你看同样的东西。降七跟三一样的声音，这样，像这样，那其实这是全音阶延伸过来的代理法。这个在 James Ingram 的 100 Ways 就会听到，比如像这个，你看，然后，有没有 ？OK。也是周杰伦那个算什么男人，有没有？英文的节奏，哒哒哒哒哒哒。他这个和弦其实是哒哒哒哒哒，他本来是 E flat 7这样，这样，然后一样是升四升五这样，一样升四升五，然后一样是九。OK， 好，不过大部分就是我们提到，就是说其实没有那么复杂。就今天最重要的跟大家解释，就是所谓的这个。降五升四升十一到底是怎么来的？
升十一是莫名其妙来的嘛，它就是没有，它其实就是降五的意思。所以比较早期的爵士乐的这个乐手都会说它是 C7 降五，就是降 C7 降五，降五就是升十一。所以如果用文字跟字母数字看起来像很骇人，可是它其实是一个常用的乐理，这样子比较好懂，这样好。所以跟大家解释一下，就是说这就是为什么它就是等于是这样子，所以对，跟所以本来是它现在就变成是一样的道理，这样，然后或是说，好，一样的概念，就是 F 大调，可是是 C7。OK， 以上就为大家介绍到这边。